圆明会的承办人古富才古先生也在我们的当中，欢迎你。好，我们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行政院重建会的这个产建处的处长也在我们的当中，欢迎胡处长在我们的当中，欢迎你。好，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副县长张副县长在我们的当中，欢迎。好，我们也欢迎廖国栋立委服务处主任王秋兰王主任在我们的当中，欢迎。还有刘兆豪立委秘书曾文忠曾先生也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欢迎你。好，我们要欢迎李崇安议员的助理啊，对不起，对，高旭高先生在我们的当中，欢迎。我们拍掌欢迎我们张万生张议员，欢迎你。还有我们美丽的刘纯哥刘议员在我们的当中，欢迎来吼。还有我们的朱连纪朱议员，超超版台湾组的议员在我们的当中哦。好，还有我们张国洲助理乐培贤乐助理也在我们的当中，欢迎你。好，我们要欢迎我们这个议会的这个秘书陈达明秘书，陈秘书，欢迎你。我们欢迎我们台东县政府哈卫生局的副局长张英张副局长在我们的当中，欢迎你。还有我们台东县政府的秘书高真健来到我们的当中，欢迎你。还有我们的秘书周慧文周秘书，欢迎你。还有我们台长欢迎我们政风处的处长刘文哲在我们的当中，还有建设处的副处长罗淑媛罗副座，欢迎你。好，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这道光，也就是我们达人乡的乡长王乡长，欢迎超超啊，王光清王乡长在我们当中。好，海端乡公所龙光科的科长李科长李世贤李科长在我们当中，欢迎。好，我们用最热情掌声的我们的这个太麻里乡的乡长陈正俊陈乡长，都很早就来喽。哇哦，还有来自我们海端乡的乡长来了，于东立于乡长，欢迎与站在这个与会的贵宾。好，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在我们的当中啊，这个我们的灵魂人物哈，也就是我们台东县政府原民处的吴镇善民吴处长参上来。好的，我们也要欢迎啊，我们这个十二公坊的。十二公坊的这些负责人，还有我们的这个公益师哈。首先，我们要拍掌欢迎的是布农好朋友 Gabias 胡金娘，胡老师挥挥手。啊，挥挥手就可以了。对，待会我会请你支持。哇，不要紧张哈，我想待会就会把麦克风交给你了。接下来要欢迎的是我们赵凯木雕工作室的周鹏广田公益师，欢迎你，掌声吧。好，第三位是达利府工坊的胡淑玲胡老师，欢迎。还有我们这个阿布斯传统服饰工作室的邱春雨邱老师，欢迎你。还有巴拉坊工坊的李雅兰李老师，欢迎。还有梅花山艺文工作坊的黄美花黄老师，哇哦，阿美族啊就特别高一点了哈。好，接下来是我们的马拉萨手作工坊马秋，哇，马老师在我们当中。还有我们奥林工作室的奥林超超版，哇，身体虽然不太舒服啊，不过他还是来到我们的当中跟各位分享啊，欢迎我们的奥林老师。好，接下来是老万工作坊的麦晨山麦老师，哇，他真的是我们这个陆凯祖的教授啊，教授级的这个工艺师。接下来是我们的英会园艺工作坊的罗英会罗老师，马里马里马萨罗台湾族。啊，接下来是马扎法布工坊的陈立芳，欢迎你，我们的工艺师陈立芳。接下来我们要拍掌欢迎这位卡斯达斯文化艺术工作室的林心义林老师，欢迎，好不好？首先我们要请我们的长官来支持哈。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外宾 Steven Patton。